吉林歌手严景于昨日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借一部自享货车车牌明显遭变照，经查询为失窃车辆，便一路尾随该车辆伺机拦查。见该车辆停于路旁之际啊，立即上前拦阻。不料该驾驶见警方上前时，则立即加速冲撞逃逸。远景见状，朝车内喷洒辣椒水，最后因该驾驶遭喷洒辣椒水后，于前方路口500公尺处就因自撞喷而倒，而弃车逃逸。最后逃亡约19个小时，就在其住处遭远景查缉到案。全案依窃盗及伪造文书罪嫌，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